你现在知道了。那你刚才的说黑点？没有，刚刚是刚做的。台下学生昏倒，柯文哲演讲便急救。这里不是医院，病人躺的也不是病床，而是演讲厅的舞台。台大医师柯文哲昨天到台南大学演讲，打个喷嚏就这样子。那个，请让开通道好吗？请让开通道。台下突然有学生大叫：“柯医师，有同学昏倒了！”柯文哲当场拿出看家本领，开始测脉搏，检查眼睛。他当初打个喷嚏就眼都变黑了。先叫救护车，先帮忙叫一下。已经打电话了，有在打了，救护车有在打了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叫救护车。我们那个有同学昏倒了。柯文哲还不忘叮咛，接下来应该要做的处置。还是给他做个心电图。那你们保健室有心电图吗？柯哲还好吧？你总共看看，还好吧？这个哈，通常对我来讲，血压、心跳正常，就其他再慢慢想。专长急救的柯文哲不忘帮在场的学生们来个机会教育。你知道我哪些脉点比较的？很多叫流调循环，跟游魂现象的血液叫流调循环。那如果你坐着的时候，那血液就往下走；那你躺着的时候，会有比较高的血液跟游魂现象。在不行的时候，你会想要来拉高。今天不再讲血液了。窦新闻到底是多大的喷嚏呀？报道。